参加那个慈圣队是在民国79年，也就是我们慈圣队创立的时候，我就加入了。诸生陈洪珠师兄啊，就邀我，赶快来当委员了哈。当时我是正在上佛学研读班，我说再让我再多读一年的佛学啦，所以我读了2年的佛学班以后，我受证。81年碰到一个宝珠师姐了。骑摩托车哈到我家里，那个脚踏盘换一些回收物品呢、啊。问他是带这些东西做什么？他说上人现在在呼吁做环保。我在想说，他一个摩托车既然也可以做环保，当时因为我做生意有一个箱型车嘛，我就开一个那个箱型车去我们师姐哈家里去载环保。我当时就是一面走一面在想，上人一直在呼吁说，天下米天下人来吃，天下事天下人来做，啊，我就觉得哦，我当小队长，我有十几位师兄嘛，我就说我应该呼吁他们一起来做环保。在社区上哦，我曾经参加了一些读书会了哈，包括现在的这个法譬如水的金章演义了啊，我曾经去解说过阿修罗道。上班的空余时间啊，我都到我们净思堂来啊，跟师兄师姐分享我们上人的理念呐、啊。这顺境我们不要得意忘形，逆境我们不要起烦恼。而且上人讲说，顺境我们要有无常观，啊，逆境要有因缘观，不要受困。